讲到打机，当然唔少得 Level Up Game Start。如讲到打机，当然唔少得 Level Up Game Start。Let's unbox， 我系刀锋。好啦，咁最近咧，因为阿刀就见到样报咗光啦，咁多咗人去留言问，喂阿刀究竟啲广告又有冇份拍嘅咧？唔系有冇份配，唔系有份拍嘅，有冇份配嘅咧？咁另外就系话，咦阿刀你系咪做配音噶？嗱，开始真系多咗人问我一样嘢嘅。咁啊，平时喺节目里边啦，咁啊新节目旧节目里边咧，我都好少讲到呢样嘢嘅。咁既然各位问到咁好奇嘅话咧，今集咧同大家研究一下配音呢个问题。咁啊，但系咧，咁啊，好白咁同大家讲，我曾经配过 A， 配过 B 同埋 C 咧，似乎就好似冇乜趣味性。我又想知道咧，大家系因为乜嘢嘅对白或者角色咧，而觉得嗰个角色系阿刀配咧？咁啊，不如今集同大家玩个游戏啦。以下咧，我会配几个角色嘅，咁但我又唔讲系乜嘢。我俾个游戏大家估下，咁啊，究竟咧呢五个角色究竟系边五个？嗱。咁我真係配過嘅，我冇講大話嘅。如果咧大家估到的話咧，你唔信嘅，你可以去影碟鋪買翻隻碟嚟 check 翻啊，點都得，我真係配過，冇講大話嘅。咁啊，馬上開始俾大家玩下嚟。嗱，如果估中咗的話咧，記得留下留言啊，唔係我唔知道你估中乜嘢，咁我咧會答翻你係唔係嘅。好啦，馬上嚟咯 ，Let's go！ 因為進化，所以變成金色，呢種顏色好易估到你。连个名字都改得好求其，就叫做哈哈哈哈哈哈！今日嘅我仍然都系 super。王叔，你做得好好，接住落嚟嘅事情就交俾我。兔，我真系好高兴你翻嚟嘅。真心？真心，因为叫做真系有只真牛喺度，可以打到变肉酱仲好。佢咁啊？咦，一二三四咁，好似系咪四个啊？四个定五个啊？四个 ，OK， 即系仲争一个，我话争啲漏咗添。咁啊，我又好诚实嘅，因为我呢个我系冇配过嘅。咁但是咧，我又好恨配，加上就系咁多年咧，嗰啲朋友咧成鬼日都要我配，我一用佢把声一讲嘢咧，班友就笑到奇奇卡卡嘅。咁啊，不如大家睇下我把声似唔似啦？哎呀哎呀哎呀！狗鸡针打死我，阿叔吓第一，你唔需要钱猫尾。如果你唔怼冧我，我唔死，我就烧大家铺。唉，咁啊，今集又玩完啦，哇，好鬼攰，原来咧一次过要精神分裂咁多人都几辛苦啊。咁啊，唔知大家估唔估到咧？记得估到的话咧，或者你认为系咧，嘅留言啊，俾阿刀睇下你中唔中先。咁咧又同大家讲啦，咁啊睇下今次大家有冇兴趣啦，对于配音嘅嘢，如果有兴趣的话咧，咁啊同啲兄弟研究过啊，再嚟 Part Two， 咁究竟 Part Two 做乜咧？咁啊睇下你哋反应如何啦。咁啊如果大家中意条影片嘅话咧，记住订阅我频道同埋 like 同埋 share 啦。咁啊时间太夜啦，我惊俾妈妈闹啊。咁啊下集再见啦，拜拜。